成一代宗师，凭什么？凭两个字：功夫。哼，少装高深莫测啦，讲白话，一横一竖，错的那个躺下，站着的人才有资格讲。废话连篇，看我的！雾霾三千里，别想要呼吸。树河十八掌第一式，中度实力斩。坐有中都湿地生态，在市区重现丰富林相，打造盎然生机。万坪森林公园第一排，让大自然帮你深深深呼吸。出手这么狠，你就别怪我无情无义。来人啊，上！偏乡迷踪第八号营造区，让你有家出不去，与世隔绝。好狠的招式，可惜对我没用。树河十八掌第二式，四通八达掌，十分钟左往高铁，五分钟右报高雄车站，一掌通的你血脉畅通，一路畅通无阻。就算你这局赢了，你在我心中也不是一代宗师，不过就是拥有完美的生态环境、便利的交通罢了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以为一代宗师只有这点本事？你看这是什么？花落芬芳，蝴蝶自来。哦，讲中文啊！就凭我是高雄第一座世界级生态宅。树河苑正对12.6公顷中都湿地生态公园，万坪绿林第一排，住在这里就像在纽约中央公园般，坐望高人一等景观与视野。美术馆、生活圈机能成熟，交通便利，兼具世界级生态居住品质，是富豪们梦寐以求、堪比人间桃花源的绝世好环境。建筑师人郭旭元打造2至3房住宅空间，星级管理泳池花园，1500万起。展开你的豪宅级人生。